又到时间了，还续吗？电影还没看完呢。那再续3个小时。都行。那正好我出去买点喝的，你要喝什么吗？你喝什么给我带一个就行了。那能喝凉的吗？我不喝凉的，我要常温的。常温的。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今天好像约了朋友看世界杯。可能不能陪你太久都行。了。那我先撤。行，我胃不太好，我喝不了凉的，平时都喝常温的。但是我感觉他家屏幕也挺大的，要不就在这看得了。都行。那我去续费了。行。续到明天早上。都行。完事儿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踩你脚了。没事儿。你别拽我呀、疼吗这？疼。疼啊，真疼。怎么不接呀、男朋友。前男友，啊、哦，那就不说了。你别拽我，疼。那不拽不拽，夹着行吗？